有声书系列。那今天为我们呢来介绍一份修炼人他自己因为得了一座根本大法而感慨而这样留下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寻找流落世间的王》。穿过万古的期待，王啊，今天我来在你的面前，目看眼前灯红酒绿，只问心中可有对善良的呼唤。这呼唤曾是王最深的心愿，我深知物欲横流中洁身自好好艰难，明哲保身中坚持正义好艰难，人人自危中呼唤良知好艰难，十二世上持善念好艰难，其实有种种艰难。王啊，当初你为何决定来到世间？你曾抛下一切舒适荣耀，甘愿来这苦难深重的地方，心中不曾记挂自身安危荣辱，只为众生冤冤期盼的目光。几经漂泊，可曾将誓言淡忘？苦难深重，可曾将真性阻挡？今日我带一切美好心愿而来，王，可还是当初英勇无畏的王？当我洞悉王的心愿，感慨中拨动寄之弦，可知真理是无悔的志愿，可知正义有不动的尊严。当善恶意味人心麻木，王成言为坚持正义不计得失荣辱，当人们背弃正信轻贱德行，王成言为颂扬真理愿倾尽所有，当黑暗盛行不见希望，王成言必以坚强毅力在最黑暗处耀出荣光。穿过万古的期待，王啊，今日我无悔来在你面前兑现我的誓言誓业。这首呢就是一位修炼人呢也是来呼吁呢呼喊着呢这个我们在世间的其他的朋友。那他为什么是叫做寻找流落世间的王呢？那你各位呢，我们大家到底是哪里的王啊？其实是我们就是像刘伯温所预言的，千佛灵皇万祖下界，随着创世一路下走的这些千佛灵皇这些万祖下界的宇宙庞大天体的法王天主佛道神这在西方来讲就叫万王之王这个万王之王也就是我们维生曾经出了一本书叫万王之王封面的开头就点到了创世主慈悲一念层层下走，带着万祖下界千佛灵环。那今天这位修炼的人呢，其实利用一篇文章在呼吁在寻找着这个流落在世间的王。其实一直到人世间呢，整个呢这个神通都被锁起来了，记忆也都被这样锁起来了。在三界的理里面呢，要求的是你必须披的人皮，必须要有人的身体呢，这个肉身呢，分子造的这个肉身呢在人间走。像一个人的这样呢，不管你修正的多高呢，其实你要用人的身体来讲法传道修炼吃尽了无尽苦也好就是你
就是我们大家呢啊，在三界里面呢，必须进入一个修炼状态的时候，找到真正的传承的师父的时候，啊，最终呢啊，不管历经了多久的艰辛，最终一定要找到创世主，当年带着各位下来的啊，这个创世主。啊，那现在目前啊，这个创世主呢，在预言中呢，事实上啊，很多的预言，我们前面都跟各位讲到了啊，刘伯温的这些啊，烧饼歌啦，刘伯温的百年石碑预言啊，啊，这个推背图啊，还有这个所谓的武侯百年瞻呢、啊，还有很多啊，我们熟悉的这些预言呢，曾经都预言到啊，这个所谓的。啊，创世创世的圣人啊，弥勒圣人啊，弥赛亚，西方讲等到的弥赛亚啊，圣经启示录也提到的万王之王呢，带着万王下来的万王呢啊，即将现身啊，所以寻找流落世间的王呢，其实是在找到故位哈。那各位其实跟着你一起下来的人间啊，转世这么长久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啊很多跟你有缘的，在天上下来有缘都在你的身边哈、啊，你都会遇到啊，都会遇到。所以这篇文章其实各位在知道的时候，网络上你打这个寻找流落世间王，一定找得到这篇文章哈。啊这个就是啊，目前利用这些啊科技发展的这些技术呢，啊，我们也是可以在这个上面呢得到很大的启示哈。那各位呢也可以啊，好好把这一篇呢啊把它下载下来，好好的去啊斟酌斟酌里面的内涵哈。其实围城一路过来呢，啊，用各种解天机啊、四季大预言呢、圣人出世这些，啊，都带出这个所谓的啊，当年千佛灵王万祖下界到底是为了什么哈、哦？其实宇宙成住坏灭哈、哦，这个庞大不可思议的天地大穹，啊，整个非常庞大天地大穹成住坏灭了。啊，所以才有这个啊，层层下走啊，这创世主以慈悲意念啊，层层下走，带着千佛灵王万祖下界。那这一份呢，这个流落世界寻找流落世界王，我们也是有把它啊附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啊，我们出版的这个后启示的时代之万王之王啊，这是啊，我们打开书的后面的这边呢。啊，就可以看得到的。其实《万王之王》这本书，其实啊，主要是用预言呢，我们讲到的预言呢，包含很多修炼人呢，很高层次一路下走的过程呢的这个所谓的修炼的心得呢，证悟的心得呢，啊，写在里面哈、啊。我们把它收集在里面，让大家知道整个轮廓啊，还有一些很高的抉择，他一路下走的过程。啊，还有这个所谓的比较晚来的，啊、怎么样的请求创世主哎，给他机会来到人间当人哈、哦，要来得法哈、哦。所以这个我们这一本这个《万王之王》呢，啊，我们封开啊，打开封面呢，啊，一看你就会看到几个字哈、啊，王啊，终于看到你了，亿万年的等待，也许你已经忘了你是为何而来。啊，跟上次我们啊，跟各位介绍这个一个很高的这个所谓的啊证悟的这个修炼人呢，他把他一路下走的过程呢，经过呢到一个大明啊大光明哎哎世界的哎里面呢，跟一个皇子呢啊一起下来哈、啊，这个过程一直到历练到这个藏密里面呢啊这个修持了哈 几百年哈。啊还有整个包含他最早期呢啊，在这一个地球年呢啊，一年前呢，地球年呢，这个遇到了所有的啊，他成为一个祭人国的大祭司啊啊，跟那个法王子啊又有结上这个姻缘啊，哈坎留斯哈、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一路下走啊。
然后在人间的度过的情形啊，其实我们周边都很多跟各位非常有缘分的人，所以各位呢，像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寻找流落世间王，这个是啊，我们大家啊普遍的互相的叮咛中呢啊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启示哈、啊。你旁边的很多人也都忘了啊，他是为何而来啊？包括现在东西方的宗教呢，在末法末节的这个最后的时期乱世中呢，其实人无心法的时候，宗教中的神职人员几乎也都是这样啊、哦。啊，但是呢，有一颗想要求道真理哈、哦。哦，求道求佛哈，哦，求这个天主这边的一号哈，都是一样，都是有一颗非常好的向善之心。但是这向善之心呢，其实要等到真正的创世主打开了宇宙天机的时候，各位这样才会被打开这个记忆哈。揭开红尘系列，围城揭开红尘系列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人类的真实两亿年的文明史啊，是前所未有的，人类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在1亿多年前的，就是上一个地球的尾部的时候，最终快要整个地球炸掉的时候，小宇宙的沉住幻灭啊，找地球的沉住幻灭就是一亿年就毁掉，它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毁掉。那我们这颗地球是神以造造三界以后，以他形象造人呢，开始呢，在地球上开始呢，就是第二颗地球哈、哦嗯，所以漫长岁月、千万年的轮回的过程，其实大家绝对会忘了，绝对会认为自己我就是人啊，啊，有什么不对？生出来就这样啊，啊，我这个妻儿子女也好，我这个朋友啊，啊，这个社会现在的社会现象啊，啊，哪怕轮回了多久，你记起了轮回多久，还是在人间啊，当然有些转到不同的。啊，道里面啊，在天道啊，天上啊，或是在地下，或是转世为其他动物去了，动植物去了哈、啊，这个都是不可思议啊，甚至石头都可能转生到石头，石头不粉碎哈、啊，这个是绝对无法脱身的。那其实啊，我想各位呢。啊，可以多看看我们微尘的一些哈、啊，其他的出版的哈、啊，包含最近我们的一系列的讲座，你在听听的时候，你就整个轮廓会弄出来哈、啊，整个你到底为什么今天为什么啊？传言中的创世主弥赛亚弥勒圣人，他传出了宇宙根本大法，宇宙开天辟地啊，从来没有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大法，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在人间打开这么大的法啊、哦，从佛的国业修起的宇宙根本大法，你得法的时候就是从佛的国业修起的。为什么啊？常常问朋友说何德何能啊？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何德何能能从佛的国业修起？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讲《妙法莲华经》《法华经》《正法华经》，当有正法传的出来，弥勒佛成。的大法的时候是殊胜到不可思议，所以五千比丘比丘尼又破又破又塞离席、哦、这个天机是非常大非常大，这个经典也只有在现在就是创世主真的弥赛亚这个所谓的弥勒圣人开始弘传他的宇宙根本大法的时候才能打开，还能打开、哦、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佛经里面在讲到所有的什么啊，这些所谓的不可思议的所谓的不可思议经啦、啊，这个维摩诘经啦、啊，这个不可思议的所谓的啊，这个解脱了啊，和菩萨他的各种神通变化啊，其实在我们跟各位介绍的这些经典中，当大家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各位就恍然大悟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神通变化在佛经里出现？这些呢都是小 case 哈、啊，所以在人间，大家啊，在人间呢，这被人间的这些环境呢，啊，影响到整个社会环境啊，不管是科技它怎么发展也好，啊，我们现在从事的事业多么多种的，非常多样性的这些繁荣的各种呢事业呢，也都好。啊，
这是要有一些启示的，就是我们就陆续会发现到啊，有一些电影也好，有一些啊人呢出了一些书也好，其实很多都在讲到另外空间，都要讲到前世今生啊，包含这个大卫魔术嘛，美国呢啊这个魔术师非常有名，魔术师大卫考伯菲哈、啊，他呢其实是不可思议的哈。啊啊，创世法弥勒圣人，他曾经呢就点醒他的弟子呢，就说啊，这个这样，这个啊，大卫魔术呢，啊，大卫卡普菲呢，这个英俊潇洒年轻人呢、啊，他实际有神通的。当然，神通有的是他自己啊以身带来的，有的是从六维空间他的师父给他传导的哈、啊，直接是以他的就是加持他的神通的哈、啊。但是这个在人间表演神通有一个很重要的禁忌，就是说你必须这样把自己包装起来，你不能告诉人家你是神通。所以呢，他就用魔术的方式哈、啊，但是他启示的是一个啊人体的哈、啊、六大神通的很多的功能哈。啊啊，瞬间转移的这个所谓的神主通啦、啊，啊，大半夜把自由女神呢，哎，变到不同的地方去啦，啊，就变到另外空间去也好，这些呢其实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哦。你把飞机啊，把这个火车啊，一样变不见，都是很正常哈、啊。这个神通对于我们一个房屋宿主哈、啊，都要用手两只手这样去啊完成很多事情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打开来的事情就全部都连贯在一起，整个围城跟各位介绍的所有这些内涵的东西，通通跟各位的来历、各位的目的、我是谁啊、我从哪里来、要去哪里，通通有关系。过去这个机啊，这个机密呢，这个所谓我是谁的天机呢，各宗教不管怎么修啊，禅宗怎么修，怎么去参话头也好，和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些啊这些啊我们这些高僧大德在问这些大家呢，还启示这玄机呢，其实没有人能够回答得了。除了创世主下来打开开始传法，开始弘传他的宇宙根本大法，开始做全球性的普渡的时候，各位才会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天机被打开。所以这个在创世主要打开来的时候，他方便这些所谓的万魔难哈，就是各种的干扰也都来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非常多的高人呢，随着知道创世主要准备要弘传大法，赶快传出他们的预言哈，留下他们非常精辟的预言。包含你说一千啊三四百年前这个所谓的蜕变图，怎么会在那么早的时候就打天机打开？啊，其圣经启示的约翰打开宿命通，他也是一样啊，五百多年前的诺查丹马斯也是一样，看到创世主这个下来的时候，承担了无量整个天体的庞大的这种黑暗物质的时候，身体被砸碎了无数次啊，利用九个月，各位想想看，我们一天多漫长啊，一年多漫长啊，啊，一天就多漫长，那个九个月哈、啊。九个月，你怎么想象九个月在承受这种邪恶的物质的时候，为了要挽救宇宙，不要崩坏，不要沉住坏灭，就像一个人的业力，你要这个人快要完蛋了，这业力彰显出来，这个人就完蛋了哈，这个就是不可思议了。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定要有人承受，没有人承受，那个这个业力一展现出来，一个人很快就走掉了哈。那宇宙庞大的物质怎么办？天哪，庞大到不可思议啊，不是一层宇宙啊，不是三千大千世界而已啊，这个层层层不可思议的庞大宇宙的沉住坏灭，不可思议啊。刘伯温当年我们在前些日子我们在介绍刘伯温的这个烧饼歌的那一段哈、哦，讲到千佛灵王万祖下界哈、哦，不可思议了。这个刘伯温太厉害了，他怎么知道千佛灵王万祖下界？因为这个天机是一般呢三界的神佛一般都不可能知道的啊。所以我讲这个典故都是有相当的深厚的因缘在哈。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小小的一张卡片啊，刘伯温的啊，这个所谓的百年前的一言石碑就说发现了的天机，哦，那更不可思议了，直接把这个创世法王弥勒圣人出生的地方基基墓哎也点开哈、啊，什么时候出生的？木兔之年出生啊，虎兔之年出生啊，以什么姓？以木子姓，也都打开来了。这个就是一些高人都在为这件事情啊留下这个启示大家的天机，当然大卫摩斯用这个所谓的魔术的表演也好，让大家起舞，大家其实我们不是普通人哈、哦，你的神通只是被锁起来而已、啊。很多修炼的人得了宇宙根本大，其实也是很多神通的。啊，刚开始呢，这个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修炼心得，上面都写到这些修炼人的正悟道的神通啊。天目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啊，其实是创世主会鼓励这些修炼人都会帮他，哎，其实让他看一下。然后就说起来，其实不能太执着那方面了，因为在人生中修炼了、哦，鼓励你就好了。所以呢，很多东西，包括你原来就有很多这个天目打开的人，很多要修这部法，赶快请求创世主给把他的这个天目关起来。为什么？因为看得太多，另外空间内看得到你哈、哦，是干扰非常大。各位要懂得其实哈、哦，要得知这部要开始修的时候啊，就把天目这东西啊。这个锁起来，当然如果创主有意让你开的时候你就看吧，没有什么执着就对了，哎，不会特别执着，因为你必须啊锁住自己的这个迷中修的这个机缘啊，迷中修的修的往上修的修的非常快啊，吃了无尽的苦在迷中修都算数啊，算了非常快的修炼啊，但是开了以后，通常开了以后就在那个层次，漫长岁月中那个层次是不容易突破，就天上的人啊不容易修炼，就这样哈、啊、这个是同样一件事。那事实上整个寻找流落世间王的整个背景因素呢，我们在万王之王这本书呢啊，我们这个书的后面呢有一段呢啊，就是我们把它写出来给大家分享的整个宇宙成种幻灭过程，包含最后创组下来的过程，整个就写在一份这一本万王之王的后面哈、啊。各位到书店里也可以找到这本万王之王啊，上面书籍这边呢 啊各位可以亲自看到这本书的封面哈、啊、封底哈、啊、那封面已经够惊人了哈、啊，创世主慈悲一念层层下都带着万主下界千佛临凡，这是在后启示录时代的万王之王，是我们揭开红尘系列第三本哈、啊。那我现在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本书的后面呢，这整个宇宙正法的轮廓，我们把它写在这边哈、啊。真正的创世主弥赛亚弥勒圣人他下世的内涵都在这里，其实我们又把它放到亚马逊啊，英文把它翻译英文的啊，我们因为没办法钱，没有经费来翻译整本书，我们讲啊封面封底呢那些故事哈、啊，就是像这一篇呢啊后面的这一篇呢，整个宇宙正法天机我们写成啊，请人家翻译成英文，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网络上啊，亚马逊上也可以找到哈、啊。那我们现在就跟各位介绍到哈、啊、这一份的整个啊宇宙正法的轮廓。2亿年前，为了挽救即将毁灭的大穷宇宙，创世主穿越层层成不可思议的天体，号召着层层天体中的法王天主，随创世主下世，来到宇宙的最底层。为的是解救那即将崩溃的天体与众生，大神们创建了三界，各色人种的神下世造人皮，为着陆续下来的各界法王。2亿年了，历尽沧桑中，你看到了这本书，你那封尘已久的记忆即将被打开，你将会知道你是谁，为何而来。10000年不能跟人类说的真相与天机，王啊，我们都将一一的为你解开。啊，这个呢，这一篇呢，是啊，其实是啊，修炼人证悟了这个，除了啊，得到了这部宇宙根本大法
啊，得到创世皇弥勒圣人创世主的这个宇宙根本大法以后啊，经过学习一段时间以后的啊，自己的这种心得真悟，就跟寻找流的世界网的这位修炼人一样呢，啊，就是为了开启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史前记忆呢，啊，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啊全面性的描述。我们现在面对的事情，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其实整个天机都写在这里。那里面更多的所有的修炼的心得呢，啊，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啊，《万王之王》里面，在修炼杂志里面，各位可以看到这些真正的证悟的这些修炼人呢，啊，把这些啊修了几百年的这个啊道家哈，这、就是、三清道祖啊，三清道家这个所谓的修炼，持续真正的修炼啊，整个突破了。啊，没办法突破的时候，遇到这个创作的时候，几一个月里面呢，他突破到什么？他过去书都没办法突破的这个境界哈。啊，这个是我们都一样，都把它放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修炼哈，修炼杂志里面。虽然我们出的书，围城的出的书没有几本，修炼杂志也不过是一个创刊号典藏版一呢，跟所谓的第二本呢，就是第二期呢啊，典藏版第二期呢。啊，这两本而已哈，啊，还有最早期的《两亿年文明史》的上古神话，描述到整个人类真实的文明史里。啊，有记录的比较清楚了啊，在恐龙时代的这些历史啊，啊，在一多年前呢，啊，创世代的号召了全人类啊，为了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现在人类呢，就整个这样，也就要救下当时的这些所谓的地球上最后的危机的，就是上一颗地球要炸掉以前呢，要留下了这个，以及同时救度啊更多的地球上的这些人啊。所建造了一个啊行星型啊，伪装成像行星一样，像行星一样的一个战舰哈、啊，因为它是必须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啊，因为宇宙间什么外来的生命、外星的生命非常多哈 啊不是我们想象的，所以本身要自我防卫能力，所以这个就行星型战舰呢，在一多年前重组。号召了全人类啊建造这样的啊行星的战舰，在日本人称之为天空之城，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月球哈、啊。所以在啊四千多年前呢，所有的人有所有的外族的入侵呢，就写下了《山海经》，写下一个神话故事叫羿射九日哈、啊。所以后羿射日不是哈、啊、拿弓箭了、啊，它是启动月球哈、啊，庞大的攻击能力，直接把外星的这些大型的战舰给。打掉了，啊，这个大型战舰就像 ID4 里的那个外星母舰一样啊，其实打掉就烧另一烧逃掉了哈，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别被写在《山海经》，所以人类整个历史真实的历史过程，包含恐龙时代当时也有巨人哈，啊，巨人国的祭司本身这些修炼的人本身写下他的历史啊，啊，包含在西藏喇嘛的在西藏里面呢。这个修了几百年哈，证悟的这最圆满的大圆化的这些成就者哈，其实这个过程就是给各位参考，各位想想看，各位就是参与在其中的哈，并不是说啊这个就这是少数几个人哈，不是，各位呢都是参与在其中。现在整个全人类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千佛灵王。万族下界的哈，所以各位在听到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个寻找流六世界网的时候，其实这个启示也就是告诉你你是谁哈，就是天上下来的这些很高层次的生命哈，万王之王的这些书也好啊，羿射九日上古神话，通通在解开这个谜哈，这个修炼杂志也是哈，所以啊，我们希望呢，大家呢好好的去分享哈。就说你如果知道这些信息的时候啊，不管你现在知道到多少哈，你赶快分享出去啊。我们在 YouTube 上，我们尽量呢也是啊，利用很多机会在 Facebook 也好 ，YouTube 上呢啊，给大家来给把这信息打开哈。
那这个人力有限啊，希望大家也可以参与来参与这件事情啊，一样是寻找流落世界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必须唤醒其他的啊朋友哈、啊，一起下来这些天上的法王天主啊，所以万王啊，万王在等的就是万王之王，现在万王之王已经开始传法，开始打开天机了啊，所以各位呢，希望大家好好的去分享哈、啊。那最近呢，在台湾呢。啊，我们虽然身处在台湾，但全世界呢，最近呢有一个叫神艺艺术团，欢迎大家、哦、赶快去看哦。你要听到神艺艺术团在你那么国家或在你旁边的国家呀，啊，你赶快想办法去买票来看，因为这个天机呢，整个呢，我们刚刚各位讲到了，啊，这个天机其实都怎么样，在这个神艺艺术团不可思议的这个神艺艺术团里面啊。也有演出哦，整个天机哈、哦，整个上面展现开，你在现场的时候前所未有，现在全世界的人都非常的震撼，震撼到这个神艺术团整个打开来的天机啊，那个震撼的心灵震撼不止这样，整个能量场大到不可思议的，整个进化，整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是各位有空呢。就打神艺术团的演出的这个所谓的啊，他们的观众回馈的报告呢，你会震撼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个也是创世主整个为人类打开了天机的，启发我们的远古记忆的这个啊，揭开红尘记忆的整个的这个表演的艺术啊、哦，啊，这是非常特别的时期啊、哦，为各位哈、啊、介绍到的这个就是。各位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的谜哈打开了其中一种方式，所以原来最近也已经到台湾来了哈，所以各位呢看到听到我们跟各位介绍说，赶快去哦，赶快去哦哈，赶快去哦，我们这今年有28场在台湾啊，神艺术团在台湾演出有28场。那海外很多的地方啊，都已经开始演了哈，大概有六个神艺术团在全球打开，这是创世主啊在人间打开了一个非常大的记忆啊，啊非常不可思议的，人家说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展现呢，啊很多的生命谜，很多的奥秘呢就在其中啊。啊欢迎各位啊，也去好好的去啊欣赏这个啊不可思议的哈、啊、神艺艺术团。那我们今天呢、啊，寻找流落世间的王呢，大师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啊啊，希望各位呢啊这个有机会呢，有这个因缘呢，好好的去这样啊去把握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整个人类的谜啊。整个生命的谜啊，所有一切的最后的救度啊，其实现在已经全面的打开来了，而且现在整个宇宙更新已经完了，现在在进入人间啊，整个华正人间啊，更新要准备的更新了，整个人间的一切啊，不再沉住外面，所以这个天机是大大不可思议，各位想办法去弄清楚。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最大的天机了，我是谁啊？为何来？要去哪里？啊，那今天我们寻找流落世间的王就讲到这里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